今天来此地摊街头牛排。老板，街头牛排怎么卖啊？38的、48，有什么区别吗？有菲力、西冷、沙朗，它每个部位不同，口感不同的。有嫩一点，有老一点。那我要嫩一点的吧。好的。嫩一点的是多少呀？嫩一点的48。好，这都是原切的吗？对。反面。是的。小心烫，这里油就爆点。好的。剪开牛肉，洋葱。打个鸡蛋，这里吃啊。这边吃吧。黑胡椒的酱吗？对。两勺酱汁，西兰花、番茄、玉米。中盘是18一份的街头牛排，牛肉鲜嫩多汁，配上流心的溏心蛋和意面，太香了。